感谢疲惫，今日我有这特别的机会，当五年讲话，这实在是我诶，这个真特别的这个机会，啊，实在是真不容易。时间实在过真快，我即阵已经是99岁，你啊离开这个学堂的时间。也离开现在是相当的远，恁的时间是有留伫遐，我的时间是用得要了啦。所以伫遮我有觉得，我要对恁讲的，就是我觉得时间过头真紧，你行真紧。所以我伫有限的这个时间内面，我爱甲恁讲，恁的时间是真宝贵。恁着宝贝恁的时间好好运用，来予这个后尾一段的时阵的生活的搁较灿烂，搁较光明，啊，搁较有意义。啊，我是时间真袂得过来，总是我也有真欢喜，欢喜恁遮个啊捌伫灵会，甲我有一个啊。唔是零长时间的接触，也予我，也搁会笑脸我，予我实在真欢喜。因实在是真有情，有心，啊，伫咧啊，甲我这个，这一世人，啊，予我有一个真好势的这个，机会。啊，我现在虽然是时间唔是真长。总是我家己这个时间，搁较实在宝贝，着好好来利用。恁是有搁较侪时间的机会，恁会用搁较好势，这个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我啊，伫遮就是甲恁讲的话。